野无道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老子给你摇500人过来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他妈是你死！姐夫，方中心他人多势众，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子晴，怕了？识相的话，叫上你灵儿姐今晚一起过来陪我，今天就放了你们。否则的话，接着跟着这个臭鳗鱼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呸！方中信，你坏事做尽，早晚遭报应，你才是死路一条。李子晴，你要看清楚状况好吗？这是在我的地盘，我手下的兄弟马上就到。500人，不足为惧。野无道，我看你是他妈吃了疯狗说疯话。一会儿希望我500兄弟到了，你还能这么硬气？哈哈哈哈！听到了吗？我的人来了。今天不管谁来，这仇我报定了。野无道，真是阎王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明年的今天，老子就去你们坟头上撒尿。进来吧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轩辕将军，轩辕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抱头靠墙蹲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